自1月19日开播，偶像练习生的话题热度持续飙升，练习生们的人气也逐渐攀升。许多网友表示想看到更多小哥哥的日常，而本周他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。除了每周准时上线的偶像练习生外，练习生们参与录制的快乐大本营也将在本周六晚播出了。从官方发布的预告片中可以看到，全民制作人代表张艺兴将与21位练习生一起表演 Shape， 严厉的张制作人也将再次上线。来，等一下，打断一下啊！Calm down，冷静，不要抢节奏哦！再来。练习生们又会面临哪些考验呢？据了解，这次偶像练习生能够参与快乐大本营录制，是张艺兴对表现突出的练习生的一次舞台奖励。作为全民制作人代表，张艺兴一直都竭尽全力帮助练习生们，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表演舞台。除了张艺兴个人的资源加持，爱奇艺也集结了全平台之力，为偶像练习生保驾护航。九人团出道后，还会有一系列的后续资源跟进。在发布的预告片中，张艺兴带领21名练习生90度鞠躬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。艳丽的张制作人也会在节目中再度上线，而首次参与综艺录制的21位练习生也将在快本的舞台上秀出不一样的自己，去叫 Shape 帅气满分。更多精彩，敬请期待每周五晚20点爱奇艺偶像练习生，每周六晚20点20快乐大本营。